Thank you.
年，凭借着和谷歌生下了四太子 Nexus 4， LG 打响了回归的第一枪。去年和谷歌再次诞下五太子，以及自己的 M5 原型机 G2， LG 已经完全回归大众的视野。G-Flex 则是 LG 旗下首款全面智能机，但 LG 并不打算将其当成试探性之作，而是力求更多销量，甚至开拓全面手机的市场。今天 LG 在北京推出了 G-Flex， 这是国内首款全面屏幕手机，将于1月24日在京东商城开卖，售价为4999人民币。G-Flex 采用了弧形电池、背部按钮，同时背壳拥有自我修复涂层，以抵抗轻微的划痕和缺口。LG 真把自己当中间者提签了吧？LG 这样宣传，不过最安全的还是给手机戴一个保护套，但是全面手机选择保护套的时候可要慎重，别把它戴直了。 G-Flex 配有高通骁龙800处理器，2GB RAM， 32GB ROM， 后置1300万前置250万摄像头，3400毫安电池，6英寸曲面屏幕，但是只有1280×720分辨率，这在一票标像素的手机中显得格外羞涩，好吧，我相信是因为技术而不是压缩成本。此前 G-Flex 已经在韩国、香港、新加坡上市，下个月 G-Flex 将登陆欧洲市场，上市地包括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20多个欧洲国家。根据国外最新媒体的传言称，苹果有可能将在今年发布两款不同屏幕尺寸的 iPhone。屏幕尺寸的变化应该是自 iPhone 5S 发布以来有关下一代 iPhone 的消息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。而传言则称今年要发布两款 iPhone， 同时屏幕尺寸都将比 iPhone 5S 大，其中一台为